俺们今年跟我说，俺爸不是三十岁上班了，俺妈不是要打工，3天。俺也是不好。哎，我明天是俺我女儿不是说，今天把去外面，然后跟爸和俺姐，那恁姐大的，他说媳妇说超大，俺爸吃完过去，俺爸说明天要带俺爸走了，老远打个车，打个步子说，俺要三回，你要不超过都应该打个90。然后就是说啥，就是我爸的亲人三人回去，三回以后，一共他结了四，他有7个，今年他房子跟今年前3人回，他们跟新房子，房子他们搬走，房子没出来，人家他们三人们，他想占了房子，他又跟今年又要放弃了，全部东西，都烧了烧，就是弄那个拿走，弄那不走，那个烧了烧，咋了咋？第三次就是2011年。爸出车祸了，那时候，他们在那时候他们跟家，他们说的就是，因为他们全家三人是俺爸的车长，所以上学时候，学习就我就打个有叫命的车嘛，那就弄的是他们说啥，那个有2个小时都没人管，之后我去，就是俺爸死了以后。 然后去在北京待，在北京待是，俺即使保安，都判他1年10年。你俩怎么过来的？俺俩是，他们家俺们这个叔妹他们妹妹都不管，都不管我叫干那接去该送的。那你俩现在的打算想法是怎么想的？ 俺就是在北京，俺就是没有不懂外头，想学么就懂，想干嘛就出来。俺不想过年时候都俺家人过年。全国世界上记者们、网友们、领导们，你们想想这关注着孩子的上课的名声。文家宝不是曾经说过，我们中国的学生从来没有这孩子退学的。 为什么这2个孩子现在上不了学？为什么政府说了算？为什么政府纳税都当全都压发？为什么这回回回回来老百姓的家？你说这2个孩子多么可爱，多么心上！为什么孩子上不了学？为什么都是我们河南省发出了这么多的孩子上不了学？这牛鼻路的一个太监没放过，到现在还关着孩子上学。 这现在为什么中了的丈夫被杀，中了被道教，2个孩子现在又失去学校，就在现在上不了学。这难不是我们中国的法律人员吗？这难不是中国的法律就是哪的，在那个说的法，或者口口声声法律都是平等吗？法律是不是都在残害人民的东西？包括妇女，为什么哪的？是我们这中国的政府从来说话没有人家当成一个。 司机那个，拿着的是，这说话都是当事人在玩，哪种政策都在限制老百姓。为什么老百姓都在当呢？看到电视的要把电视砸了，因为中央领导都是天天都在说假话，嘴说一套，心中做一套。其中那个文家宝不是要改革体制吗？这光嘴说不做不做，没有现实，起不了作用。 为什么我们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文家宝和胡锦涛曾经说的话，都没有实际情况来那个？为啥拿着这个18大来呢？18大应该说是一个光荣事件。那对我来说，这18大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件了。拿着18大给我们的方面，那都天天都在抓，派流氓，那和社会，又那个便衣警察。 都没有这个方面当成人看，那方面从哪来的方面？那还是那中央政府开的这当官杀人，还是猖狂疯狂，这杀人疯狂，霸占土地疯狂，霸占房屋疯狂，打人杀人疯狂。永远从今来，他们犯法的人没有说的一从今以来给他们送到拘留所过一次，没有送到劳教过一次。 为什么我们的方面都在天天都在？我们的有冤无处诉，有情无处讲。为什么都搁处处给我们抓到劳教所、抓到拘留所、抓到人民医院的？啥时间弄到的？
我们的保民弄来的，撤销这个拘留所，撤销这个是劳教所，啥时间我们都能得到解放。世界人民，你们只要能帮助我们，保民的一切的都在解放过来。这腐败分子关到拘留所、劳教所，法律必须得要人人平等。法律必须要人人的尊严，政策必须说话要得实际情况，要得说得到做得到，说得好做得好再行。为什么说得好做不好？光是空嘴说空话，空头骗白的。警方局、中纪委、人大、检察院、法院、公安部，全是判老百姓骗老百姓，设立一个警方局抽。警方局就是老百姓一个字，一个陷阱，一个悬崖。到现在没有落实解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河南省大小案子不解决，都是在拿着的拘留、劳教这一个威胁，到底一点不得都是关押起来。为什么在我们的禹州市火车站，现在上访人员往后都来不到北京，就是那警方局政府来不到阳光，永远实现不起来。我们必须得要保密的能得到阳光，能得到风光，得到世界上的网友记者领导亲戚，你们永远的给我们照个阳光来。十八大真的说是要拥抱拥护起来，十八大不能砸保密，不能拘留劳教保密，要给他保密一个站起来的一个阳光，放大胆的保密脸上也没有旗帜，方面也没有说是干坏事，为啥拿着方面当一个敌人来看？敢砸那个日本鬼子都还厉害，敢不砸他们都厉害。为啥犯罪的没人抓？他杀人的没有一个人抓，霸占土地的没人抓，强奸房屋的没人抓，打人的没人抓。这是什么社会？是不是无道的社会？是不是光荣无德无礼的那个社会？是不是？请求这世界们。国际上的记者们，请求你们现在按十八大节，你们必须得拿出这方面的一个开刀来，解放的解放这个上访的人员的工作，积极的铲除他这个贪官，铲除腐败，坚决上架查到底，积极把他们的关起来，这杀他们，这就杀他们，砍他们的头，该查处的贪官的那贪污的该枪毙。就得摆回我们都就解决的问题，让他们贪污买那么多房，养活那么多小老婆，天天在北京在街坊的嚣张，这我们上访人员又要得到多少解决的这钱又是怎么错，又要解决到多少的保密的问题。为什么又说了这十八大稳稳金这下去的都超过的部队的钱，这又能解决多少保密的问题？为什么这稳稳金就拨给那个社会、警察、保安、解放的，这那资金办啥资金办？这日结不是资金办，是敲诈的，上敲诈中央，下敲诈当地政府。我们特别我们禹州市一个姚一才，天天经常就是冒充省局长，冒充说给他们开心，来解决问题。不但是那个，像我们一般，他买一个火车票、卧铺票吧，得100多；买一个软卧，买一个卧铺票吧，200多；买一个软卧吧，得300多。他送一个人，甚至都是3万，甚至都是8000。到底这钱，你们世界上你们想想，看这哪是便宜，哪是亏？这害残害方面要残害到哪一步？伤害了多少？杀了多少？打残的多少？霸占家房屋的多少？这强奸拆迁的多少，霸占土地有多少，可他们这必须得推翻，这是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好胆子。要是这样下去，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，害多少家属。法律什么时间有尊严，什么时间有头？这两个孩子，我希望不管怎么说，国家也好，世界上网友也好，全国记者也好，请求你们希望能赶紧帮帮孩子，叫这两个孩子赶紧上学。我希望他两个会成上人才，会进行为国家办点大事，他不会失望国家的一个不会失望国家对他的一个关怀，对他的爱心。请求你们赶紧让这孩子们上上学。我们都是我也做过父母，因为我女儿跟大学无缘，因为当地
说我个，跟他一讲话都我捂住刚，就那三文钱抢到钱库罗里，我非要给拽出来，问胡锦涛咋给他盘子。我女儿考上江西大学没有考，现在我家庭造成困难很大，我女儿失去了大学，跟大学无缘。我希望这两个孩子不能再失去大学。我希望你儿子去年考上的航天大学。去年买的那附加考到江西大学，人家好多现在打电话，我说不行了，家里没钱，我女儿现在没办法。就因为没钱，读不起书。因为无钱失去学校，他爸爸每次都是我们当地政府拘留我，拘留一次我丈夫有一次去，拘留我三次我丈夫出来去时间长了待个老公司。我女儿想着不能再失去爸爸了，她爸爸为了妈妈拘留一次，我爸爸中间有病一次几个月，我爸爸现在在闹公司，我不能说不要我的爸爸，我必须得慢慢打工，再供应我爸爸吃药，再叫我爸爸多活着，我们再有力量在那打工，才能有这个家庭。失去爸爸都没有这个家庭，我想到我女儿，她想到这种地步，我想到这两个孩子和我家一样，因为我也是做母亲的，因为这两个孩子也要母亲，为什么他杀他爸爸？为什么你们不抓他，不枪毙他？不杀人枪毙，为什么你们不枪毙他？为什么你们在跟他妈妈管呢？孩子在家无依无靠，没吃没喝没花的，靠山山倒，靠背谁跑？没办法了，我走到这里，孩子碰见了，孩子两个孩子看见我掉泪了，孩子投奔我，既然投奔我，那我就得帮忙，就得向他两个孩子说几句话。孩子们，我想到他会是考上大学，会努力的。你们两个会不会考上大学？一定会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失去的？会不会失去的一个希望？不会。对。他们什么时间到的北京？今天早上两个孩子到北京，刚好我的不是到厕所，两个孩子碰到我，这孩子在哭着问，他说你说棒子，你是不是河南的？我说他听到我说话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河南？我听到你像说话像是河南的，我说是。那你是河南哪个地方？我说汝州的。他那我们没地方去，我们找你，我找我干嘛？你们说，直接说。我爸爸被脑浆了，我妈妈被脑浆，我爸爸被杀了。当场说我两条腿都软了，我都受不了。为什么我们国家是这样的社会？为什么到底他们有的街上走路也说过，走路说什么？因为中央下的密件，下的有死命令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天天叫我们抓的访民，我们只好抓访民。中央不下命令，我们不敢；中央不下传达，我们还不敢。这中央到底是哪个王八蛋下的这个传达，下的这个命令，天天在抓访民，这害访民，关押的关押，拘留拘留，老叫老叫，这是谁？哪个王八蛋干的？哪个王八蛋拿党的招牌来？拿党的招牌来挡路、挡道、挡国家、挡人民、挡世界、挡人权？这哪个王八蛋干的？为什么是法律？周永康那个法律，公检法？为什么公检法残害人民的工具？这杀人、放火都是在周永康，是不是他派人干的？法律没有保护人民，没有保护世界，没有保护稳定，没有保护国家，没有保护人权，没有保护世界，老百姓还要说怎么活路？现在这样下去，还要派多少？还要拍害多少的老百姓？还要杀多少老百姓？还要那抢老百姓多少东西？还要那抢着老百姓的多少房子？说拆都拆，说打都打。这不但他们打人，警察打人没有证据。老百姓要跟他照个相的话，他都跟老百姓的相机抢走，他正在还在打访民。他跟老百姓照相的时间，他是好像是一个天大，他有权都是去。有权都是钱都买权来了，钱都压发了，都他说了算。他说的地是白的，这地都是白的；他说地是黑的，都是黑的。像这样的话，老百姓什么时间能待到阳光？什么时间能待到天亮？